大家，我是古壮，今天来到了别人家里面。我们现在是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。我们是，我们现在是六个大男生，准备要展开屁眼派对。我们准备。展开屁眼派对，耶！好啊，没有啦，我们要开这个我赢第二弹。十六盒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开起来，开到高版本的再来秀给大家看。这次的卡包，它的主角是黑化的绿谷，然后以及 A 班的伙伴们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一弹里面也是有低联合的角色啦。没有，这你的，我不知道。我的，他是连你。青山优雅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高版本吗？没有，是最普通的。这是最普通的绿谷初九。对，这张要600块。这张要现在要600块钱。600块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很帅，就是整个我印开始黑化。怎么跟我一样？新进黑化的一张。相配手，相配手，二星跟 AP， 二星跟 AP 是不是？那我再留一张。真的假的？我大胆预言。大胆预言。是靠腰啊？这是谁？这是初啊。高版本。那个兔子的。借看一下。米尔科吗？是叫米尔科吗？对对 ，SR 一星，它就是相配吗？不是啊，就合配了吧。尔郎哦，一雕一产二能。我觉得尔郎的那个，我觉得尔郎算不算近战角色啊？他算支援角吧，因为他可以那个、他算支援角，但是我觉得他很需要到前线，然后就又很容易受伤。他男朋友来了，尔郎男朋友，他不算官配吧？算吧，二郎算啊，因为他们在上明电器直接讲他们是男女朋友。哈，巴克狗，是吗？什么？巴克狗爆好，还好。其实我看到现在就是这一次的大战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帅角色应该是爆好。哦 ，Old Mido，SR 一型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光辉甲贺忍蛙。对啊，严格来说是啊。甲贺忍蛙也是长长的舌头围在脖子上啊！来，对吧？这是小梅雨，小梅雨，这个是 SR 一星的版本，然后这个是 SR 的版本，就是蛮好看的。好了，这个要包吗？交给你了，套套哥，今天的套套专员，听起来很怪，什么很怪？你看一下说什么派对的，一下派对，一下套套。啊，这张颜色不太一样。一下又饭店，啊，等一下会不会变旅馆？等一下，这边颜色不太一样。东，你在讲。火爆啊！这个流火爆啊！那时候我看，那很贵吗？贵。度我这张1700。度我。啊，一盒1400啊。度哦，好婆，天啊，这张很好看哎！什么？阿星，好好看哦，这个那个啊，就是纳甘，你还说这盒没料？纳甘女神，觉得怪怪的，你觉得怪怪的？啊，相配吗？来，这是碧爷萧太力道，有人叫力道，这个是变态医生。啊，这个是某一代的 OPPO One for All， 烟，有变态毒烟。然后这个是 OPPO One， 下一张吗？不是，还没。图币，下一张，等下这个颜色真的会吓到这颜色就是莫名很怪，在下面看一下怪怪的，我们从上面看一下，紫色也是怪怪的。这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，好像是绿色的。我们从旁边再看一下，是绿色吗？不是，没有绿色，因为这是二星走黄色跟紫色。可是它边是绿色的啊，好怪哦。看错了，来了，开奖了，绿色。可是不是那一张啊？但是二星，可是很棒了，这个很棒了，这个很棒了。SR 二星绿谷算是第二大奖了吧？对，没有，第二大奖是女神纳甘哦，绿谷。它是81的卡哎，好，我说我是绿谷的，好重哦，好啊，这张要讲一下，这张是第一张角色卡的 special， 什么意思？你看下面 special， 你看下面 special， 哦，正常来讲 special 不是事件卡，对啊，是它只是比较，因为这张卡是第一次出成角色的 special， 就是 trigger 这边出 special， 它也是沙卡，对，它是沙牌，
哦，对，我记得沙牌是翻出来就上手，哎，翻出来不是上手，是丢掉吗？直接拉效果，直接拿出来的。哦，哎，女神纳甘，这张是 SR 的版本，刚刚都没有秀到。石柄木这张是R 一星 ，R 一星也很帅哎。哎，白的，白的啊！再做一张。嗯。等下新开。不是，是要这样子。刚刚这一包抽出来以后，背面是这个白色的。那刚刚前面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卡，都是红色的。刚刚那一盒，背面第一张是白色的。好，开始开了。又是碧影，又是萧太，等一下前面怎么重复率那么高？三奈啊 ，All for One for All， 800万，嗯？这个是不是？这不是，发好算底，他的前一张，他的前一张，我们看下一张喽。拜托，有机会特殊 A， 这个颜色好奇怪，这个颜色好奇怪啊，好像是爆好哎、欸，没什么印象啊，上面上面。是 AP 卡，是 AP 卡，这 AP 一定是 AP 卡，一定是 AP 卡。来看这边，来猜，应该是爆好，我猜是爆好，可是有没有机会是特殊 AP？ 哦，还爆好，还有特殊 AP， 就是每一个 AP 都有特殊 AP 就对了。没有，只有爆好绿谷跟御茶子有。对，他们是烫。了解，那我们要上喽，混。哎，这个也。这个是大人们，对大人们，这个世界不需要大人，这个世界不需要大人。请你离开。丽日御茶子、欸，但是这个版本我们刚刚前面有看过吗？啊，可以了，两三张吧。真假的，很多、啊。超婆，而且这视角好棒哦、喔。会有八张吗？这个视角从下面看好棒。嘿，我不知道。会。哦，U 星，图皮，刚刚没开过图皮，这张图皮是。哦，白色火焰出来了，哎，这个要上，都满出来了，你的卫生纸满出来了，什么？没有 ，SR 爆豪圣戟，这张刚刚也没开过，这卡图也好帅哦，然后绿谷初九，哦，这些，名人的卫生纸满出来了，丽日御茶子，哎，这个版本刚刚也没看过，对啊，这个是阿星的，阿星的来，吹。梅雨，他这像条码哎，这很像那个。对啊，很像条码。像机台卡，超漂亮的。你说那个勇者斗恶龙的机台卡？所以那个多少？女神甘娜九张。反正都没有少于八张一个，这张少，他少，他少一张。哈哈。是有高版本？没有，他 SR 呢？他只有二星那个啊？没有，那不是，这是 R 加，不是哦，那 R 星干超痛死。来复习一下今天的高版本们 ，Deku 一张 ，AP 一张 ，AP 这个战服啊，班长为什么这么多啊？阿哉，我们反而没有抽到那个班长有点多，切倒的 SRC， 哎对耶，没有切，刚好就被班长一直吃。但我觉得这里面最漂亮的就是这两张，我自己最喜欢的，如果看卡图来说的话，这两张放在最贵的，嘿。大家的性癖都差不多嘛，真是的。好的，开一箱，开的比较轻松随意一点，因为古霜今天凌晨三点上班，然后呢去了 ZJ 办的卡展，然后被拉了三口威士忌，到现在还没睡觉，过了22个小时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来开箱，所以有点呛啊，希望大家喜欢，继续支持。那之后预计在暑假结束之前会拍这个 EV 的死卡对决，然后就有点像小菜鸡互啄的感觉，应该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